川荣李奈宣布和广濑智纪婚讯，报告将于年内产子。演员川荣李奈和广濑智纪联名向日本各大媒体汇报了结婚喜讯，并都在各自的 SNS 上宣布二人结婚的喜事，并报告两人之间已经有了在年内就将出生的孩子。两位因双主演去年10至11月上演的舞台剧《Caraphone》而相识相恋，交往半年后决定结婚。因为川荣李奈此前都没有绯闻传出，这次一出就是个重磅大料，不仅要结婚了，还要生孩子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